嘿，听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哎，今天换方式了啊，换方式了啊！对不起啊，这个大陆的朋友可能都要睡了，这个要打扰你们了，因为这个非常的抱歉，因为咱们这个很多听友们呢，这个给我发了很多信息，这个昨天啊下午我们家里边这个安了。这个他们警察来安了这么厚的那个防炸门啊，结果晚上关上了。这个我凌晨4-5点钟才睡觉，这个结果这个外面敲门也敲不开，我里边电话也掐了，所以说北京找我也是一直就没听见，哎，很抱歉。然后呢，我这一醒来一看，这推友们的这个信息呀、啊、关心呐、啊、问候啊，这太多了，特别是这个大连开庭之后啊。这个更多了，这就，啊，所以说我必须要讲几句了。这个我就是给大家报平安啊，今天不是爆料，想听爆料的赶快回去睡觉啊，今天不爆料，就是报平安，就是给所有的推友们的回复，关心呐、啊、担心呐、啊，这个回复。你看我这眼袋子这么大呀，从这里边看，实际上没那么大呀，啊，这个。所以呢，赶快给大家这个报个平安，因为我没办法一一的回了，你们那么多，特别特别的感谢啊，首先向大家说，文贵很好啊，很平安，这两天呢，因为开心啊，这两天看到开庭了，我特别特别的开心，有助理，两位助理都在，我跟这两位助理啊，老爱开玩笑，我就是说把他扔楼底下去啊，我说这个。你们这个太不温柔了啊，这个需要学会照顾人啊，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开玩笑啊，哎，二位助理啊，二位助理都关心你俩呢啊，我可没欺负你俩，你俩哪天可得站上说几句啊，谢谢，我们很好，谢谢，真的假的呀，哪天让自己跟你们说吧啊，我让助理搞一期节目，哪天我让助理搞一期节目，就是助理说文贵。挺好的啊，大家愿不愿意啊？好，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真的，我希望哪天让助理讲文贵，会很有意思的。今天看到后面这个像了，这个是上次挂在后面，是挂那面墙上，结果有一位我们的风水大师说后面这个不好，然后改，然后就买了那个画。买那个画呢，或者说后边有个鸵鸟屁股对着我脑袋，鸵鸟的腚啊，不是陆康的腚啊，是鸵鸟的腚。实际上大家很多问，为什么你用个鸵鸟的腚对着你的脑袋呀？实际上我一直没回答，今天我可以回答啊。鸵鸟就是外国人把我们中华民族呢这个形容成一个动物啊，也有人说我们是香蕉人，有人说我们是什么这个 banana 啊，这个华人在美国出长的孩子，还有人就说我们华人啊鸵鸟，就是把头扎在里边，以为天下什么都不发生了。可是我跟你说实话，中华民族的这个鸵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很强大的啊，我们往回看战国啊，战国时期，这个我们这个大秦朝的时候，我们的男人女人都极为优秀啊，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事实，后来经历大清朝啊，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国的男人呢、啊、基本上啊都是鸵鸟的，鸵鸟精神啊在我们民族发挥了光大，所以呢这个鸵鸟是我绝对反对的，鸵鸟心态鸵鸟行为。正好我后屁股对着一个鸵鸟的腚，这个作家的鸵鸟进城的意思就是连鸵鸟都要被现在的时代和信息时代和现在的这个激情和现在的民主自由法治所感悟了，他不把头转底下，扬着头进了城了，扬着头啊进城了，然后进城以后他们在争取怎么想要进了办公室，还有电脑，还有这个卡哇伊的这个美女啊，这是非常现代的精神，这也是美国主义吧，号称也是纽约精神，这个纽约叫大苹果嘛，这叫大苹果精神。所以说这位作家的话呢，我有了很多，我觉得特别好。咱们历史上的话呢，有些看不懂，太深奥了。这个呢，我觉得比较好啊。所以说绝不能当鸵鸟，绝不能让鸵鸟心态害了我们，绝对
不要为了吃饱啊睡好娶个媳妇或嫁个老公啊什么都不要了啊，这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就是我反对的。所以说我每天提醒我的背后鸵鸟都进了城了，都享受现在的文明了，而且鸵鸟还恋爱了，你看看这事儿很大啊。我们当然要追求我们这个所要的生活了，这是必须的。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就是上次有的那个也有推友建议啊，把那个毛主席的诗词给放上面去了，因为毛主席的诗词不一定都是他所有啊，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他也很多是抄的啊。那么我放旁边了，很多人说太不好了，所以说赶快拿掉。大家看到了，把它给切掉了，重新裱啊，放在了这儿。所以今天我要展示给推友们啊。另外一个就刚才哎呦好，这个五毛又上来了，五毛啊，这个有就是说这个海航起诉了，太好了，潘石屹先生也起诉了，胡淑丽女士也起诉了，太好了。这个这两天推友们关心最多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开庭啊，问我怎么看。我说实话，我在推特上已经讲了，我不想这个就现在对这个开庭的事情啊，开庭的事情做过多的评论。大家都以为呢那个开庭是一个，都认为是依法治国的一个进步吧。我现在是还是这么认为的，非常好，准备的很充分啊，程序啊各方面都在尽可能的走全了，而且呢这个走了法律程序。但是呢大家的感觉是啊，这个是依法治国啊，不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我郭文贵那个郭，依法治国啊。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啊。这个我的企业和我关联的企业是涉及到这个案件之中，这个而且呢他们叫我实际控制人啊，实际控制人，我就不想说那么多。而且呢现在案件正在审理中，还不轮不到我说话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无论是马建副部长的那个视频，还是刚刚同一天公布的这个孟慧卿的案子，包括我们的这个骗贷案啊，这个骗贷骗汇案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具体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从来没说过。为什么没说？我让法律国家机器说完，都说完我再说，我准备好了。因为法律把这个天花板做完以后啊，这个房子已经盖起来了，这个事情的房子左边右边前边后边，也就是前因后果事实发生，然后把天花板给你定下来，你处了哪一条啊，什么原因，这个时候啊就轮到我文贵说话了啊。我文贵要说的时候呢，那就是以事实嘛，以事实啊为根据，然后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的事儿，我就以事实为根据嘛，就说呗。到那时候这个我才是我开嘴啊开讲的时候。我相信会这个真正的会让大家看到不同的一个事情吧。不管如何，我说实在，我特别的希望咱每个真正的推友们，都希望国家好的推友们，这个事件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最好的榜样。就像我说的那位新领导，我特别赞成他的计划，把这件事情变成正能量，对国家有帮助。我非常赞成这句话，因为不管你想干什么的人，你非要尸横遍野啊，死一帮人你才满意吗？不需要这样，把事情变成正能量有啥不好的呢？非常好，我愿意为此做出一切我能的，我可能的努力啊，这是很关键的。那么就这个开庭啊，后来大家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大概2000多人，我们全家在看。当我上去我发了转推以后，不到20多分钟吧，将近30分钟就到达了，就观察量就到了10几万，后来大家看到了40几万，那么大概也就是几百个转发就40几万的观察量啊。不但如此，后来是所有的帖全变成五毛七毛的专帖了。这方面我说实在话，执政者完全没有自信，我们的推友们也没有说你什么话呀，只是说一些这个正常的话，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就全部给删了，最后是一片五毛天下、七毛天下，这个让人不是很舒服啊。但是这个呢，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的政府有一天真的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啊不是那么愚蠢了，可以打开这个网络了。大家很多人没有探讨过为什么北朝鲜和中国搞这个网络长城、网络墙。很简单，它基于两点。第一个是执政者的恐惧，不想知道真相。我告诉大家了，事实上是盗国贼们的恐惧。他告诉了这个到处宣传，这个他的恐惧就是国家的威胁啊，国家的恐惧，就把人们反腐败、反盗国贼的力量变成了反国家、反政府，这是中国其中之一。北朝鲜也是这样子的，也有些人这个北朝鲜有些家族啊，就说这是反国家的、反民族的，人家只反你不反国家，人家不反北朝鲜。中国呢也是这样啊。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非常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所有的外国领导人私下谈话的时候说，你中国为什么有防火墙，你为什么搞网络控制，人家咱们的领导人啊，我就经历过几次，意味深长的说，这个你不了解，我们中国人啊素质太差， GDP 才6000多块钱，你美国都46000了，中国的老百姓啊只会闹事，不懂民主，网上只会造谣，不会有积极的，而且这是民主进程中必须的。如果中国 GDP 达到13000的时候，那就不需要网络控制了啊！那个到那时候，这个中间阶层来白领阶层就成为了中国的主动力，就不是农民和这些反民、访民啊，这些反中国政府的老百姓们在网上占主角了。所以，因为中国人的无知，把网络变成了谣言啊，这个耍流氓、欺骗的阵地。为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必须搞网络控制。你看，你这一听啊，你这一听是真是假？你谁能说出是真是假？复杂了，复杂了。事实是这样吗？这个我们在美国的华人事实上是600多万，说400多万，海外港澳台华人将近5000万，啊，这5000万人谁会这样说呀？谁能相信？这个在网上天天去造谣去，没事干了呀，啊，这就是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侮辱。所以呀，那天这个大连审判的时候，那个网络控制一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我太太叠的祈愿的千纸鹤为我的员工，还能看到我们斯诺先生啊小狗，结果后来也没了，全是5毛了。然后最近这个大家看到了北京环球时报啊，香港的媒体就是被邀请了40多家的媒体去的啊，我都不知道哪40多家。然后这个官方报纸 CCTV 哗哗哗全来了啊，郭文贵啊犯罪。所以说大家的感觉是依法审郭啊，依法治国，依法治郭，就这么来了。网络上一片啊，就是郭文贵就是一犯罪分子啊。然后孟辉星的啪也出来了啊，我估计马建副部长的过两天也出来了。然后我所有的合伙人啊，这个因为他们都投钱了嘛，都是全力以赴的，这个都在24小时观察着我的事情的动向，马上他们律师都联络，哎，郭先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回答不完了，我说我不想回答，这个等到审完了，所有事情有个了结的时候，我再回答。啊，我感谢这次大连的这次安排的这个审判，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审判最重要的，不管如何对我的员工是个交代。你去想想，我和我太太、我儿子、我女儿在这儿的时候，在一个月以前，我太太和我女儿还在国内呢。我们刚刚经历了欢聚之喜和欢聚之痛，那我的员工的家人呢？你去想想，我的员工谁不想欢聚呀？谁不想团聚呀？我不想为了我所谓的这个那个，让我的员工们不能团聚。我看到我的仨员工，是不是一个独身的母亲杨英啊？这个吕涛抓进去，老婆还正在怀着孕，现在孩子都2岁半了，这个到现在还没见过。我们的谢红林家里边，老的老，少的少，这个抓进去以后，孩子老婆几乎是崩溃状态。杨英，你看头发都白了，吕涛的夫人头发都白了，吕涛的父亲心脏病，母亲心脏病。杨英的90岁的老父亲在床上卧床不起，随时可以没命。您去想想，这个我现在
我在这儿跟你们说，推友们，我们要为了理想，我们这个员工不要了，你觉得郭文贵还配给你们推友说话吗？还配吗？就这样，这些五毛们还在这块大肆的骂啊，大肆的骂，你们都不先作孽吗？五毛们，你们有爹娘有老婆孩子，你们哪一天千万别这样啊！你们哪天就轮到你们家里边，一定有一天轮到你们家上去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大连的这个依法审判，文贵是绝对是双手双手赞成的。我现在先让员工把事情了结了，这是眼前重中之重，这是我起码讲的。不管你要搞革命，你还是要搞什么国旗条，你不能拿我员工的家庭，不能拿我员工的这个自由，拿我员工的家人的健康和幸福去做代价去。从我认为，任何人你有理想可以，别拿别人的命去赌去，你别拿别人的钱给你闹革命去啊，你别拿别人的这个自由去搞革命去，这是我起码要做的，否则就不配了。那么另外一个大家看到了这个开庭啊审理啊这个安排，这是据我昨天看到海内外的所有的英文中文媒体的报道当中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啊。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除了审江青是直播，再一个就是审我们这个案子是直播了，我薄熙来那个严格讲不算直播啊。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这个我认为这个真的现在新的管案子的领导人有很强烈的法治观念和国际视野，而且据我们的律师所安排的参与的人都是反应非常之正面，超出他们想象，而且呢尽可能的给家属们给律师们得到了人格的尊重，人性的待遇，这都是不容易的。另外一个呢接下来啊，郭文贵叛国贼，哇塞，这五毛，郭文贵是叛国贼，中国就没有爱国的了啊。如果你要能配说郭文贵是爱国贼，那你也算行了啊。这个五毛和七毛们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所以说现在你看到啊，这个盗国贼们没消停一会儿啊，没消停一会儿，继续利用这个依法审判的机会，大肆的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绑架了国家的公权力，进行黑文贵啊，使劲的黑文贵，国内外国际外媒体，这不像一个国家的行为，这也不像一个国家的胸怀啊，这是超出人们想象的。而且最近在这个加大了对我的骇客的攻击，加大了对我推特的攻击，加大了对我的谣言，加大了对我推特上推友们的这个分化啊，目的很简单，让推友们啊通过五毛七毛淹没推友，然后分化我的推友，然后让我闭嘴，还有一个加大黑客制造虚假现象，让我们这些推友们啊内部出现反对的矛盾和声音啊，造谣。可是说实话，你五毛和七毛才几个人呢？你加一起你才几个人？大连的案子给了你们最好的答案，大连的案子一开始上去全是我们推友啊，最后是几百万转播量，现在最起码几个亿。我的推特上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推特上现在多少，现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这个一天的点击量10亿，竟然五毛七毛站出来怀疑，你可以去看看是不是10亿，那是电脑数据，不是人能编出来的，我们不是宣传出来的。就这样五毛推毛们，你们去想想，就你发那点文章，你能改变了这么多人民的意志吗？能改变？改变不了。包括这盗国贼们，你想尽一切办法，你还对文贵进行造谣，你有什么作用呢？没意义的啊。那么接下来关于大连审判的事情，这个还有一系列的开庭，我们还有几个可能会我们跟在这个明镜啊会连续做个好几集，就有关这个案情。我希望是做一集就有关马建和我的关系，马建副部长、孟慧星和我的关系，盘古公司的所谓的骗贷骗汇啊，还有一个就是这接下来将审的什么非法拘禁我都不知道啊，这个所有的案子等他判完以后，我都在那块儿做几集谈谈我的看法，
等案情审判完以后啊，我也会出示有关的证据啊，有关的证据让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呢，我也特别的大家要提醒的，我们明镜第三期即将开播，即将开播啊，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推友们，你们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大概在16号左右啊，大概在16号左右。哇，从7000直接掉到5500，啥意思？又被黑客了呀！从16000能掉到10000，从23000能掉到16000，然后从7000掉5500，这完全是黑客。我们已经了解了，因为国内的这个 VPN， 他们这个把一个区域给关掉，然后就刷就给你下去了。然后用骇客来控制啊。男子汉评价毛泽东，现在不是时候，现在不评价。等哪天啊，找时间了，我要评价一下。16号，是的，是否改过期条？一定的。我会给大家一个答案的。谢谢深圳的推友们，谢谢深圳推友们。有些五毛一定会出事的，这个我不希望这个美国人抓我们的五毛，不管他是五毛七毛，那是我们同胞啊。但是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是跟我谈过几次以后，他们都在核实，通过取证以后，他们很快。大家记住我的话，他们会在美国会宣布所有在网络上当五毛七毛的这个，特别是我这事情成了个标杆性的事件，他们会限制入境啊，限制入境。然后呢，在这个进入境的时候查电脑，他们现在有一个电脑系统，马上就开始了。我现在我这言不能说那么细啊，美国未来就所有进这个电子产品，他们有一个检索系统。有几个检索系统，例如这个对这种网络参与了网络，被他们所谓的叫做榜样案件，也就是说就是一个 sample 案件啊，你进攻过，指证过，他们指证的说这你参与了这个对一些网络攻击，禁止入境，包括他们的这个联盟国，很可怕的。这个跟那个杨建立先生他们正在搞的那个马克罗斯法案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在中国虐待了人，你伤了人权，你就永远不能再去来美国、欧洲这些文明国家，而且你家人也不能来，还查封你的资产，然后有五毛和七毛以后就这种待遇，千万别傻乎乎干这种事情。对 ，yes， 哎，就那个唐伯乔和郭宝胜视频遇好，真好，真好，真好。这个唐伯乔先生啊，这是一个恐怖分子，啥叫恐怖分子啊？这哥们儿的思想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这个唐伯乔的思想啊，这叫句句跟见刀啊，每句话都带刀的这个人。我刚开始这个在网上他支持我的时候，很多人说别理他，这多坏多坏。只要有人支持我，就有人跟我说他多坏多坏。后来我发现唐伯乔先生的水平境界太高了。了不得，很佩服，很佩服，很佩服，啊！那郭宝胜先生讲的法治观念，我昨天我给宝胜先生发信息，我说你是难得的呀，有实战经验，在监狱待了好几年，看守所，然后还被判过刑，还支持过人，还学过法律，啊，这个不简单了。这个你看宝胜讲的没有虚话啊，不绕弯子，一点都不绕，实话实说。唐伯乔先生是完全是经验。我这人就是经验主义啊，执行主义者。我最讨厌的是坐那块说啊说，全都是说的。你干过啥呀？啥都没干过。我永远在我公司我的员工，你看到在大连审判的我们仨员工了吗？那都聪明得很呐，聪明得很呐。那吕涛从一个市场部直接就上来当老总来了，这么大的像千亿企业他管着，就是执行能力强。你啥都不用跟他说，他很清楚。那谢红林呢，就一个农民的孩子，但是就是农民的孩子干那么大事儿啊。杨英呢，考上大学到我们在这之前到其他公司都很优秀的，执行力强。
你看人家唐伯桥先生、郭宝胜先生执行力强。我为什么喜欢看明镜的和平和陈小平节目？执行能力强，说话没废话，刀刀见血啊，叫你看了有用。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有很深的故事。就像我文贵过去发这个 Twitter 一样，我就说了一句共产党啊，让这个养活了14亿人民。我很多队友发信息，你能不能别说这话了，文贵啊，你能不能别说了呀？后来我说个谁，我给大家说啊，那句话就是让大家引起争议的，引起争议才能说出话题，引起争议才能钓出我们要的鱼，引起争议才能看出到底谁是五毛，谁是七毛。啊，就像那个姚庆那个照片一样啊，这是不是？那你等到16号的时候，我要亮几个身份，亮几个照片，大家心脏是准备好了，千万别吓住了啊！到现在，刘成杰冠军照片谁有？身份证谁有？在网上说话容易了，你拿出来一个试试，你拿出来一个试试，一个刘成杰的身份现在值多少钱？1亿。你能拿到1亿吗？现在全部被封，全部被烧，全部被销毁，你能拿出来吗？拿不出来吧，因为很简单，就在这儿，可能这个一个小时节目，一句话可能就是惊天动地，这就是媒体的力量。现在你敢说，你知道某某国总统家里那块账号有1亿美元，世界被改变了，但是这句话可能就藏在千言万语之中。文贵，你看看我过去的 Twitter， 你们看看我过去所说的这个视频当中，有很多话我都是藏在里边了，我未来一一解释给你们，包括今天我都是藏了话的，我未来希望大家用视频来验证啊，郭文贵曾经说过啥，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只是让明白的人更明白啊。比如说大连视频，大连这个审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马建副部长的是视频。孟慧晶是已判决的案件，大连的我原告讲的话全是视频，谁都改不了了，视频是不可更改的，这个视频谁也改不了，那就未来在我说话的时候就有最强烈的对比性，你文字的你可以改，你可以销毁，你能改得了吗？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心了，给天意啊，给了文贵最好的机会啊！我今天就是给大家报平安，还有十几秒我就不说了啊。我今天虽然是周末，还要开会啊，还要开会去，啊，很多事情。哎呀，我真喜欢推友啊！你们不知道我真实的感受，推友们，文贵现在对推友这种感受和未来的希望，我才48岁呀、啊，我再活个20-30年吧，还得活10000多天呢。我希望跟所有的推友们，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啊，3年给我第一次考试评分。3年后，咱再3年一考，然后我希望和你们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追回到要回我们的尊严，属于我们的安全，啊，给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所有的人应有一个安全的未来。郭七条就是最好的啊，现在最能实现的、可执行的啊，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这几天了，这个大家的关心，我再次表示感谢。所有的推友们，千万千万记住，多陪陪家人，锻炼身体，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千千万万不要做冲动的事儿，咱们的路还很长啊，很长，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一切都会好的，给文贵一点时间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